Thank you.
好，总共是462位，我们五育高中占了205位，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在五育高中。那我们还有其他的，像我们动画科有电竞的学生专班，还有我们美容科等等。那再次的祝福我们这对新人啊、哦，百年好合啊、哦！当然一定要记得要早生贵子。那也祝福所有的嘉宾啊、哦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平安喜乐。谢谢，谢谢，回家呀，回家回家呀。欸、我今年还没结婚，我已经忘了怎么戴了。爸爸妈妈有没有交代婚戒要怎么戴啊？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没有放大镜，不然就放给大家看，看看谁偷偷的要把婚戒戴得紧紧紧来。婚戒要戴得紧啊，感情才会越来越紧。有诚意一点吧，要稍微要那个吧，对不对？来，对对对对对，再下去一点，对蹲下去。要套牢、哦。好，我们这边要恭喜两位啊、哦！有结同心，那我们这么句来祝我们这对新人，最后一个字有结同心，掌声。哦，看到这八句话是不是很难念，对不对？哦，以后我们主持人，我最亲爱的老婆，还有妈。哎呀，啊，大姐、三姐、四姐、三姐夫、四姐夫，哦，还有各位亲朋好友，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，谢谢。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在学校办婚宴哦，就像人事主任说、主持人说的，学校真的是我们第二个家哦，在这里工作非常的愉悦，真的就会像我们第二个家一样，所以在这里办婚礼真的是很荣幸也很感恩。那要完成一场婚礼啊，其实不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完成的，其实也还需要各位来参与。那参与的过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的布置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舞台的布置吗？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哦，还有旁边柱子上写的文字哦，那个都是我老师、我学长，站一下吧，站起来一下吧，那都是由学长写的，请大家给他掌声。然后呢，我最感谢的布置的有五个同学，我可以请他们上台吗？那音控因为在下面，我就先不要，免得等一下有状况。我可以请那个五个同学，明平、松安，那个南投金城武，南投金城武，南投金城武，我要上去。那个巧西上台，那个。他们五个是我们今年毕业的动画科跟图文科的学生。那我常常说，我们五育的学生可能念书不一定是第一名，可是他们在技术上，我相信学的都不会输台中市的学生。那样有他们帮我把这个会场布置的真的很棒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我很谢谢他们，一起。好的，加油！那也请大家替我给这五个同学掌声。说他，他看到今天的餐点非常的美味，我们两个都想下去用餐了，所以新娘也暂时就不说了。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参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再次感谢。
各位亲朋好友。